车了。我们开的时候呢，是把控制器给取出来，方法是和开控制器是一样的，然后再把这几颗螺丝给拧出来。电池盖下面这六颗螺丝，六颗黑色的螺丝，就是两个视频一起吧。包括方管和这个铁管片都是可以一起更换的。然后拆完之后，东西换好之后，然后再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就可以了。